选看。现在弹气了，先向右看齐，向右看齐了，天兵啊，转右边，没有兵啊，向前看，手贴好，手贴好，手贴好，嬉皮笑脸的，你们这些啊菜鸟啊，没当过兵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来到这边很简单啊。都已经穿好装备了，对不对？都已经不知道谁是谁了。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七弹，怕七弹的举手。哇，这么多人，你们两个也怕？我被打过，很痛，很痛，对。好，被打到哭，哎，真假的？对，哭出来。因为他那个人真的失心疯了，到我这么近的距离这样打我，而且是连发，然后我直接把面具拿下来说，冲杀。对，但是我们今天呢没有那么危险，对，因为呢不会让你们有枪。所以你们根本没有反击的能力，这更危险。是的，然后呢，今天很简单，六个人出来参加。来，第一位啊，哇！主持人依序抽出六位男子汉进行这次的七弹挑战赛，他们之中有人会被淘汰吗？这六位千王中有本班最爱哭的、最怕痛的，他们能够顺利的生存下来吗？男子汉需有一个定点行进至另一个定点，并且取得红包，过程中会有狙击手不停攻击男子汉，耗时越长以及中弹数最多者将遭淘汰。太心了，我一直在抖啊，真的很怕这个，因为打过超痛的，抽签到我真的，哦，好吧，希望大家拿到红包。好的，现在明翰就定位置了，我们的狙击手也就定位置啦，究竟明翰可不可以拿到红包呢？Ready, go！ 好了，快跑出来啊！快跑啊！快跑啊！好好好！哇哦，相当不错，相当不错！老师的火力猛攻啊！哦，中到了，打到了，28秒。我跟你讲了，是不是很痛，对不对？你打到哪里？怎么脸会那么痛啊？你有戴面罩哎。对啊，好痛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老师他没有针对你的脸，只是因为你身高限制的关系，所以他只能刚好是射到你的脸。爆头了。所以我看看你身上几个哦，一个、两个。小友军，我们比的可是速度啊！你那么怕痛，怎么称得上是男子汉呢？希望你不会被淘汰喽。我觉得现在很兴奋，因为这是一个男子汉的行为。我等一下，我觉得他们太熟辣了，等一下我就直接冲到底。OK 啊，准备，预备，教练 OK 啊，开始。啊，加油冲啊！脑袋动了，脸部出色比较年轻。卡蛋，动作是机会。小动作，一招。密集爆头啊！前头在投。我已经规划好路线了，就是直接这样跑，然后要有时间差，快慢的分别就跟跳舞一样。我跟你讲，动作的快慢让他们摸不着头绪，猜不透，他们就打不到我。但是想是这样想，到底会不会成功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疯狂枪手，好恐怖，危险度很高。我要自由，自由，走了。啊，中一个，中牙，哦，爆头，中弹了，中了很多，哇，我说陈柏宇，你想耍耍帅，却翻得如此狼狈，下次还是走安全路线吧。
惨，好惨哦！比利好惨，好惨哦！我觉得你刚刚有点惨，是他刚刚有一个想要耍帅，但是嘴巴都会，他嘴巴全都是，好惨！我后来就是翻完之后啊，站不起，被疯狂打嘛，然后因为折回去，我已经不知道红包在哪了，晕了，而且我不是想要明白怎么死啊，我非常紧张，不过我觉得歪男真的精神就是不要怕痛，加油！看，我觉得他好危险。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。干嘛？我还没动哎。保险开了，好。哇，好了，准备了。向右转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有创意有创意！哇，帅帅帅！哇！帅帅帅帅帅，这个跑法呢不但有创意，而且呢七敌战术也很不错，但是呢排他后面那个就惨了，因为桶子都被踢走了。那我们来数一下他的战术。鸡腿便当竟成为男子汉淘汰的原因。刚刚在我们从鸡蛋厂离开到上车，已经有一位被淘汰了。没错。哦。刚刚在吃便当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吃了一个鸡腿便当？对啊。你知道鸡腿便当没有人吃到吗？只有一个人，里面只有一个人。你对于你刚刚吃的鸡腿便当有什么想法？吃吗？你的想法是，不就是个鸡腿便当？鸡腿便当，这鸡腿便当的朱立明会因此被淘汰吗？